身体，然后非常有精神的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来跟大家打气，而且一直站在很前线，真的真的各种抗议场合或是各种演讲什么他都会出来，他是台湾的良心，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没错，让我们欢迎史明欧吉桑。大家好，我是敏宏啦。我先来小介绍一下，我相信现场真侪少年囡仔对欧里桑的历史可能唔是真清楚啦。欧里桑伊是1918年生的，伊伫咧日本时代，1937年去日本读瓦西达早稻田大学，然后42年就走对中国去，去中国去啊，要去抗日。然后伊就伫个抗日的8年中间呐、看到中共的真面目。因为欧里桑咧少年迄个时阵是马克思主义是上流行的，所以伊就一头就栽入去读马克思主义，应该为着追求人性的光明面、光明面哦。所以伊就去中国内底，去看到讲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共产党。甲伊所读个无同款，然后伊才走转来台湾，看到中，看到国民党搁咧屠杀台湾人，伊自本准备穿伫咧因个甘仔园内底，结果去予国民党发现着，伊只有搁坐唱金鸠船走去日本去，然后伫咧日本咧，伊就煮大米，哪煮大米，哪做地下工作，伫台湾哦，即、這个火车军用个火车互伊兵六只。放门的一个工厂哦，嘛，独立单位地下去烧的。来讲较近的哦，1991年就独台会事件，然后1983年是卢修义事件啦吼，过来1991年独台会事件，才予整个概念，整个迄个二条一的代志，才规个解放掉。当然这二十二里山1993年，佫偷渡转来台湾，伊就安尼就住咧台湾。做基层的工作，伫咧台湾的独立运动的工作人员、运动者来讲哦，真侪呐海外转来的大多数拢有入去国民党的体制内底去做官，唯一无入去内底，也搁伫咧坚持讲爱独立的。那我伫咧欧里桑的20年的岁月内面，我咧看。我是真正佩服讲，一个人会当甲是甲即马，尤其97岁啊，伊即马也是伫咧各大学会当去演讲，伊就是去讲，讲的也是独立，讲的也是独立。所以咱即马来，互欧里桑来讲，伊对这条路伊安怎行来？感谢。咱延安吼。有这个创始人的印度啦，从咱大家会当一家吼，关于这个跳舞美术的代志哦，会使大家来享受，过来讲些代志。我想咱这个时间是真宝贵啦，吼，真宝贵。我吼老实讲。创水了，伊无当人看到创水了，我是想偷一个啦。伊就安怎？因为我迄年大学毕业，就要转来台湾的1942年啦。迄阵啊，我就迄阵啊，学生大家爱看。这个西洋的影片，迄阵啊吼，东京有一个新宿，真老实的所在，遐有一个做武总馆啦，哦，木栅新罗港，这个所在是拢差不多，那是有美术这个物件。拢伫遐咧做个啥？我有一日吼去看吼，拄仔那个看迄个伊斯巴克，伊斯巴克就是讲酒店
木啦吼，因三个在跳舞，吼，伊一个啊，甲两个查囡仔在跳舞，啊，人边个人啊讲，迄个是台湾人哦，我是也惊一跳啦。台湾人啦，我讲来有跳舞，迄个时代，台湾人，你要去学 piano， 还是学 violin 啦，还是无简单啦，你出来无饭当吃无？阿公若是讲会当来学这个跳舞吼，哎，伊这个是 modern 现代迄类吼，这是迄阵啊是真正稀罕的，啊，真正大家拢真正爱看物件啦吼，啊，以前人说安尼吼。我以前看到看出水哦，老实讲，我无看伊个面什么，唔是讲看得着，看得着，但我咧想讲，这个查囡仔是哪？伫台湾伊家庭是什么？即阵啊讲哦，会回来学跳舞啦吼。迄是迄个时阵哦，从来没有这一个西洋的事情。黑土它主要我它是白花的，阿姐嘛，我一九二三登来台湾，登来台湾是来讲哦，它是叫台湾完全袂记得，伫这个情形下，有一日人坐下来这个剧情，我讲哦，伊迄阵啊，家己一个查某囡仔跳出来呢，变这大个。一个舞场啦吼，这本来是台湾的真大创作啦吼，啊，这个物件，我呢，我人就是说，去现场迄个实地看，这间舞场啊，不是简单对天顶掉下来啦，哦，潮水个也有好政治的撇开。阿是嘛，比如讲，像这个小大姐，大家拢有受苦，受苦的结果，才变一件出来。我是安尼想啦，从这个所在哦，我想这是台湾人的宝贝啦。哦，阿是嘛来讲这个跳舞的代志，我是外行的。但是哪地当家要来看跳舞啦，看这些啦，日本的物件、西洋物件，不只有机会啦。啊，所以讲，我有我的看法。哦，这个家伙，这是普通，就你看。啊，我直接就眼看，这个，什么，这件舞厅吼。这个像来讲，这是台湾杰出的这美术的证据啦，证据啦，吼、哦！啊，我起码这两三年吼，所以阿来靠来看迄、那个小大姐人家的桥，我看吼、哦，大家不止技术上不止。古典啊，我啊，对这个去世界去讲桥，也袂输人啦。吼、哦，这个是咱的台湾的真欢喜的所在。吼、哦，啊，人总是吼，搁较好的物件嘛，爱甲小可讲开一句啊。吼、哦，啊，我也是想讲，即马搁这个世界水准较佳。啊，什么都好，看安那样啊！咱来台湾味会当的是哪？上一位伊这个，伊这个，跳舞来滴，才有一个讲哦，这是台湾跳舞安尼的是哪？吼，这个我是拢，搞笑大姐，我拢妈讲听是，是在恁讲啊。啊，国强，这个美术吼。在这个中世纪西洋有讲一句话，伊讲吼，
一个世界，伊就有变化才会进步。哦，啊，讲迄变化的动机啊，是美术家去感受啦，去感受到啦。啊，这个物件啊，才好，才理论家，才个理论化。啊，最后才有这革命家，才迄个旧的制度啊变过，啊，才有新的制度安尼来。哦，有这句话，啊，这句话实在讲意思真深啦，吼、哦，而且啊，什么人普通会知影讲美术是，而且啊，生活、政治、经济相投的物件，我讲这句话真要紧，这句话的吼、哦，啊，这个就是安怎，就是而且意大利用迄。中部意大利有一个佛罗伦斯，迄时阵啊，二十三四世纪的时阵，因画图啦，吼，也是起厝的遐一类，啊，讲有一只讲看的，基督，诶，玛利亚啦，伊讲看，哦，这玛利亚讲遐真水，两个目睭啊拢无杂色水。我拼啊！安尼看啊，食书文啊，嘴文啊，安尼食些啊，真可爱诶，真个。所以讲，因安尼伫讨论咧代志，诶，中间有一个讲，诶、欸，啊，这现实的这理性呐，大家着目睭大细类啦，哦。啊，你说新的世界甲人的世界，它完全无共款。这个就是讲人发现人的形态，诶，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啦，吼、哦。从对迄阵啊开始，伊在美术方面，个人就是进步。啊，美术啊进步，伊迄个时候，比如法国的革命，吼、哦，还是讲美国。新国家起来，迄种头啊，拢有一个美术家出来滴啊，宣传啊，过来讲他一点都安那干么？从阿咧，迄古制度这个拍破来，啊，新的制度再起来，阿咧西洋的世界就相当就进步个，吼、哦，啊，这个那阿咧看起来。啊，那安尼看起来吼，你个蔡水我咧，这个武场伫台湾的美术上的迄个定位啦，讲个这毋是啥物定位啦吼。若要讲起来，咱台湾人去学piano啊，真济，学芭蕾啊，真济，但是我咧看吼，有这个艺术性。哦，不是讲拍社会啦，还是唱遐技术人啊，不是安尼。伊内底有一个美术性伫内底。哦，什么叫做美术性？我是讲，唔知道你落去问个小小姐啦，我伊是专门来啦吼。我是安尼去看吼，伊即间厝吼。不同的美术的问题已经打出这个社会的进步的方面了、啊、所以说而且啊这现在你做独立这其实像精神方面他的头的感受就是这个创始过来，你现在秘书嘞，哎哎，啊，我们这个起码有传统大家，哦，啊，这个老实讲，技术是真悬，哦，啊，大家思想啊，我咧看那个老实讲啊，即个你跳舞的人，我就问讲，你台湾人，你爱独立还是爱我搞运动馆？我话因。百分之百拢会讲台湾人，好，我当然家己管才对了。
啊，这个就是吼，我拄仔在讲吼，美术开始理论家甲理论化，啊，这个革命家才出来，也是哪个改变这个现实？这个起码吼，我看这个潇洒铁人家的同哦，因不同啊一项啦，不同啊美术啦。也不同个理论啦，啊，第三平常个，诶，迄个恁若看因所写个物件，也是因个行动，拢是甲台湾个吼，出头天做女人拢有关系，拢有关系。拍手鼓啊！啊！这个迄个是哪？伊有这个历史东西，是嘛？伊美术兼理论，佮兼这个行动啦，吼。啊，从今仔日是来讲，恁大家来，恁大家有哪进步分子啦，吼。啊，我会当佮恁大家来讲句啊话，我感觉有哪真幸福，吼。啊，大家。大家先安那出去吼，事业过好，家庭过好，但是有哪做对台湾的前途，大家都大人出一寡力，台湾才有前途。我咧看吼，台湾绝对独立。对。是安怎？咱的四百年拢是反过来，啊，即卖国际上。以前啊，管理台湾独立的事是各界各国啊拢赞成。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讲台湾的确独立。问题是台湾人爱独立啊，不爱独立吧？看台湾人看以前啊，那个奋斗吼，把台湾人要活落去。哦，生活、事业恁都做好，啊，一人提出些，一出来出来，有了台湾来打拼，你看那对唔对？好啦，安尼我想好，哎呀，我这个会好困啦，哦，大家，感谢。谢谢史明欧吉桑，就是每一次看到他这样九十几岁的身体还非常的硬朗，然后出来跟大家打气，都会觉得很感动。天哪！对。OK， 因为我们下一个表演。好，那下一个表演呢？要不要帮我拿？大家有听到吗？